我现在要先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待会儿就等那个车子过来接我，就准备去机场坐飞机了。点了一份猪杂粉，还挺食欲的。我现在已经到机场了，然后我准备进去了。我没有做核酸，但是应该不会要核酸吧，我已经问过他们了。哎呀，这么大个行李箱，我已经进来了，然后现在要去取票，还要把行李拿去托运。真的把我折腾惨了，我找那个登机口我都走了10分钟，现在好不容易坐下来，等一下我看一下要不要先买瓶水，然后就到面包吃，现在已经饿了，还要等2个小时才能上飞机，现在人都没得几个。已经到了那个成都了，然后我朋友要过来接我，今天就先不回老家了，因为实在是太晚了，现在都已经10点钟了，现在是又饿又困，太难了。天哪，原来你听到这儿来了，好不好放？已经算清了，我丢了好多东西出来。现在我朋友把我接到了，然后就准备回资阳了，真的很不容易呀，累死了。刚忙回到了这儿水成都，烧皮豆干，你吃啥子？再一串烧皮，一个猪皮烧皮，还有啥子吗？哎，来都选一点嘛，选一点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朋友的家这边了，然后吃点东西。不要。你的哇哦，你家好那个，好坐。嗯，箱子往哪儿放？可以穿鞋子进去吗？我脱了吧。脱我吗？你穿袜子。嗯，穿哪一个？我已经到了我朋友家里面吃过，穿一个。现在就吃点那个宵夜，吃完之后我们等一下就准备休息了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准备休息了。肚皮好大，你看我又上小的。想轻轻柔的话语。